请双方选手争夺点球选择权。听口令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朱炳杰还是很有风度啊！世界级球员就是主动握手啊。没错，双方打到这个份上了，握下手是很正常的，而且正常来说，双方打平握手啊，也是个礼仪。 点球第一轮，点球啊，常规轮是五轮，谁发的多，谁就赢。你上来打的有点薄啊，来看张鲲鹏啊，这个百步穿杨。 能不能穿上？<笑>对，可不可以在关键时刻体现得更好一些啊？果然啊。 嚯，这边的观众吓我一跳啊！张鲲鹏的这个粉丝团队还是很给力的啊。是，关键时刻给自己的这个支持的球手啊打气，这个也很重要。有时候你打了一天比赛，感觉你在边上啊，或者在场里的时候，不管你打的再好看，没有任何掌声，对，没有这个，这个感觉是就很那个的啊，没有知音呢，啊。 我觉得如果好一点啊，比如说不管是谁，朱炳杰发进，一样要给朱炳杰掌声。没错，好球来了。对，没错啊。进球有效，比分1-1。 第二轮啊，后了。现在两轮过后，双方打平。对。点球第三轮。 顶住压力了啊！漂亮啊！进球有效，比分2-2。感觉还是张鲲鹏的球迷多啊，是吧？<笑>声音能听出来啊，3-3。确实，孟浩然的诗怎么说的？怎么说？欲取鸣琴弹，恨无知音赏。啊，解释一下，这就是很正常，就是刚要拿。 拿琴来弹演奏，嗯，一看周围没人，<笑>再来了，好球，4-3啊，相互刺激着啊，这领跑者如果能够给这个追他的人啊施压。
这个真是压力很大，我跟你说。好了，哎，看白球。包了，那么到如最后果一轮了，出饼爷这杆球打进，打进，那么就比赛结束了。对，打进就是五进四。本球第五轮。包了，哎，白球应该不会进啊。张坤鹏看他追一次，能不能为自己啊追平。续上这七星灯？那这就是肯定一脚天堂一脚地狱的。没错，就这一杆球，能追上进入到附加轮。来了，哇，这颗球打的，进球有效，比分3-4。能力还是强啊！好两了，个人都乐了啊！好，我不进你也不进，我进你就追我一杆。但是看着让球迷看着，他们双方球迷看着多揪心呢、揪心，啊。点球球不员让更你。揪心，我告诉你。附加轮是以单轮次为，为单位啊，对，决定谁赢的。是的，如果这杆张文鹏进了，就完事，那比赛就结束了，不进，那么接着继发续啊，啊。每一轮次啊，作为胜负的啊。就看谁失误。啊，真准这啊！百步穿杨，那就没真的是啊，百步穿杨。那么恭喜张坤鹏进入到比赛的八强。好，朋友们，那么今天所有 TV 台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。感谢张指导一天精彩的点评。也感谢阿苏的陪伴啊，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。